这次的网络 buff 是真的实锤了。哎，怎么又开卡呀？你们搞错这个鬼？个人的血线有点打不太下去，是吗？遇到的虞姬也倒了，卡回来了后，解元两人 XYG 五人聚散，中上都是有兵线的，卡得好，闪现，大招，闪现大招留人，但是没起，给了一刀，虞姬的减速一刀，再点这个中路塔，一手天一流，闪现流这个刀被张飞一刀直接秒了，可以啊，竟然还动到这个梦奇，直接赢了呀，哎呀，好卡，好卡。